年不一，咱公司那做功夫。不急啊，俺开个漂亮的是吧？八楼。哎，哥嘞，来的啊？还张相一千日。还有的事想同你讲哦。你慢说。落一个，慢点记得。八楼，俺二舅喽。慢说，俺的明天就把你送回喽。你工作上的东西啊，你安排好给喽啊。哦。我爸爸带俺去送回喽。你送回啊？你爸爸冇工地事做了。哎呀，唔记得啊，八楼。老师，冇酒好冇？现在看人都量不好哦。老三，我也唔想酒哦，我爸爸会等来酒哦。我要去。你还不认得我手工要去？